报告委员会出席为五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第八届第八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4年11月11日上午9:06至11:55，下午20:39至50:20，11月12日上午9:06至12:04，地点本院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委员、宜康等14人，列席委员杨委员、立环等15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陈威仁等。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报告事项第二案、第三案均决定不予核备。报告事项第四案、第五案均决定准予动之。第五案决定准予备查。讨论事项第一案至审查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内政部、警政署等收支部分等4案。本次会议采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之综合报告询答。内政部部长陈威仁报告，委员庄瑞雄等11人提出综合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陈威仁及所属等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吴玉生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三：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等收支部分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65项、第66项均照列，第67项无列数，第68项照列，第69项移民署原列2亿2849万3000元，增列第一目罚金罚还及代金第一节罚金罚还3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亿3149万3000元。第71项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60项至第62项均照列，第63项移民署原列36亿9134万7000元，增列第一目行政规费收入，第一节证照费4亿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0亿9134万7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75项至第77项均照列，第78项无列数，第79项、第81项均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78项至第82项均照列，及第84项照列。二、税出部分，第七款内政部主管，第3项警政署及所属原列202亿6801万4000元，减列第二目警政业务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八目其他设备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10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02亿5801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5项，均请参阅。第4项中央警察大学11亿038万2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请参阅。第5项消防署及所属原列18亿2794万4000元，减列第二目消防救灾业务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8亿2764万4000元。本项通过决议9项，均请参阅。第6项议政署原列89亿9490万6000元，减列第二目议政业务22亿5090万6000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7亿4400万元。本项通过决议3项，请参阅。第7项移民署原列44亿4037万7000元，减列第二目入出国籍移民管理业务3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4亿3737万7000元。本项通过决议6项，请参阅。第9项空中勤务总队原列25亿1300万3000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项，请参阅。四、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新著名发展基金、研发及产业训除替代役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勤民力安全基金收支部分
审查结果。一、内政部主管收特别收入基金新住民发展基金依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及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均照列。二、内政部主管特别收入基金研发及产业迅速替代役基金依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及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数部分均照列。三、结缴国库净额部分无列数。四、补办预算部分无列数。三、内政部主管特别收入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勤民力安全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及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数部分均照列。三、补办预算部分无列数。五、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在校学生奖学基金、刘存树先生奖警察子女奖学基金、万善培先生奖学基金、成员奖学基金、刘竹生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收支部分审查结果。一、内政部主管信托各基金一、基金运用计划部分均应依据收支余处拨补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总收入。三、总支出。四、本期短处各基金均照列。六、105年度财团法人预算案关于内政部函送台湾省义勇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义勇消防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预算书案审查结果。一、台湾省义勇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预算书及义勇消防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预算书工作计划部分均应依据收入与支出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收入支出及余数部分二基金均照列。七、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内政部警政署及所属中央警察大学消防署及所属议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务总队收支部分审查完竣。八、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新住民发展基金研发及产业迅速替代役基金警察消防海巡移民空勤人员及协勤民力安全基金预算案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含附财政委员会处理。九、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信托基金在校学生奖学基金刘存树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万善培先生奖学基金成员奖学基金刘竹生先生警察子女奖学基金收支部分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含附财政委员会处理。十、105年度财团法人台湾省义勇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财团法人义勇消防人员安全技术基金会预算书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并推请段召集委员宜康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错误遗漏？没有，我们确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请宣读。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九案，继续审查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8人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二条之一条文草案案等9案。第十案审查请愿文书2案，请参阅。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内政部陈纯进次长，民政司罗淑娟委员，地政司王承坚计政，王承基计政。营建署许文龙署长，国奥会赖运林专门委员，国土处陈威正技师，行政海巡署郑章雄副署长，企划处林清龙处长，巡防处曾国廷专门委员，法规会胡金俊执行秘书，法务部李金定参事，经济部水利署叶玉匡工程师，工业局陈建堂科长，国营会尤步红管理师，能源局吴志伟专门委员，
矿务局林建豪组长，台电公司吴清敏副处长，自来水公司徐俊雄组长，中油公司夏新华组长，交通部路政司刘孟翰技政，圆明会土管处杜章梅庄处长，综合规划处王瑞英处长，财政部国有财产署郭小荣组长，陈明娟稽核，还有张义清稽核，行政院主计处徐永义专委员，行政院环保署中计处游泳之计政，陈俊荣科长，李德兴计政，行政院农委会黄振德副处长，林务局黄丽萍组长，翁立新兼任计政，水保局张锦佳正工程师，科技部曾东哲副司长，工程会蔡志昌兼任计政，金管会保险局陈应秀副组长，银行局童振章专门委员，劳动部刘兆祥专门委员，教育部高教师梁学正专门委员，退伍会刘美容兼任计政，人事总处李静怡专门委员，国防部资源规划师傅征渠兼任计政，郭宗梦兼任计政，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林炳耀副组长，行政院交通环境资源处黄文祥参议，考选部考选规划师陈玉珍副司长，国安局第三处林英宇编审，法务室郭家明编审。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廖家明编审，对不起。我们今天有两件这个请愿案哦，在议程的第十项啊，是不是可以来先行处理？如果没有异议，我们请宣读。一，请愿案第一案，中华民国都市计划技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为建请研拟及推动景观法草案，应纳入都市计划技师之专业评估签证或执行请愿文书。第二案，陈宏阳君等为请景观法景观师法草案内容部分与技师法既有园艺技师职业范围重叠，恳请相关单位共同要求景观法景观师法修正其内容请愿文书。宣读完毕。好，以上这个两个请愿案呢，我们在审查景观法景观司法的时候已经都列入参考啊，所以也会充分考虑这个请愿单位的这个意见，所以本案呢不成为议案啊，这个议案啊，依据行政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之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呢来报请院会审查，并且通知请愿的单位，所以我们这个案子请愿案不成为议案。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的第一案跟第二案。好，我们现在请宣读《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二条之一及增订第20条之一的条文。宣读后呢，我们再进行协商处理。委员郑天才等18人，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二条之一条文。第二条之一，部落经核定者为公法人，应成立部落会议，至部落传统领袖一人，对外代表部落，任期4年，得连选连任。部落之核定、组织部落会议之组成、召集程序、决议程序、部落传统领袖之设置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郑委员天才等5人提议《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二条之一修正动议。第二条之一，为促进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发展，部落应设部落会议，部落依其传统规范
拟定组织章程，报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者为具公法人地位之原住民族团体。第二项部落会议之组成、召集与议决程序、组织章程之核定程序、审查基准、组织任务、业务经费、监督辅导及其他有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委员郑天才等十八人依据《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二十条之一条文，第二十条之一前条第三项之法律尚未制定前，政府应辅导原住民经营管理、开发利用、保育及无偿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以依法取得耕作权、地上权或农域权之原住民保留地，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嘱托辖区登记机关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与原住民，依法取得所有权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转，以原住民为限，有关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之取得及移转，土地之经营管理、开发利用与保育，林产物之管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实施办法，由行政院定之。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来协商处理。这样子了，我们就先请教一下这个原民会的意见，好，那我们再请委员来表示意见，好不好？好。嗯，往这边表，就有关原计划二条之一的修正条文部分，完原则上尊重委员的意见，就是修正条文完原民会没意见。哎，对对对。先发言还是郑委员可能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个你后来又建议的这个修正条文的原因，好不好？原来的条文啊，他这边有特别提到这个传统部落领袖一人，然后这个还有任期啊，还有得连选连任啊，我是觉得后来经过详细的考量之后啊，可能还是要尊重部落每一个族啊，每一个民族的传统规范不同，有的他是世袭制啊，像排湾族他是世袭，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连选连任啊，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做了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啊，这个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条文哈，事实上过去也曾经这个，但我跟原民会哈也详细的讨论过哈，所以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修正的一个动议。以上。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啊？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将来设部落会议以后，就依照传统的规范，啊，这是修正条文嘛？那个将来部落的领袖的那个产生是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跟现行的这种传统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啊？还是符合原来的？你从第二项里面是符合它的原来的机制啊，这是我不太清楚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今天人事总处有没有来？人事总处也要请教一下啊。
我们在像上个礼拜在审这个水下文化资产啊，你们的意见是对作用法里面不放组织，那像这个最后一项呢，是不是你们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好，现在有没有统一的一个做法？行政院通常都是这样子嘛。好，我们提到这个法律里面有涉及到组织啊，你们都有意见，都认为说不应该放进来，那不应该放进来应该怎么写？那对于这个第三项你们的意见是什么？等一下是不是也说请一边说明一下。先说明哈，这个部落会议哈，事实上在应该是94年、95年的时候哈，这个瓦利斯贝林当原民会主任委员的时候，就确认了这个部落会议，也定了这个部落会议的设置的要点啊，推动的一个要点。为什么要有部落会议呢？是因为我们从原住民族基本法21条，或者是这个22条。啊，共管的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规定哈、啊，都是有提到需要经过部落同意，啊，或者是说我们海岸管理法也都有提到部落同意，那这个怎么部落同意？就是透过这个部落会议，啊，事实上在94、95年的时候，应该是94年啊，就已经有了这个部落会议的一个组成哈、啊，每个部落都有这个部落会议的组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啊，这个刚才这个。邱昭伟啊所提的这个第三项的写法，就是不涉及到这个组织了、啊，就是授权了、啊、授权他所谓的作用法不能定这个组织，是指你直接写说、要设什么那个这些人呢、啊，那些都把它明定了哈、啊，才就是不能在作用法里面啊，所以他这个事就是授权给啊，都是要另定哈、啊，另定，而且这个啊这个。不是那个一般的行政机关了、啊，啊，不是一般的行政机关，所以人事行政总处或是前期部所限制的是针对行政机关的组织，不能在作用法里面来明定了，啊，所以这个也不是行政机关哈、啊，所以这个部分也一并说明，不晓得还有哪一个没说明到。人事总处要不要说明一下？人事总处要不要说明一下？报告委员，那这个部分诚如刚刚那个郑委员所说的哈，因为我们在处理这个组设的部分是针对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里面所明定，也就是说属于行政机关的相关的组设的规划的部分是希望不要纳在作用法。那现在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的这个条文，基本上因为它是属于具公法人地位的原住民族团体，基本上它其实比较像地制法里面所称的这些，比方说地方政府、自治团体，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它的这个相关的组设，我们总处是没有其他的意见。谢谢。这个也不完全像这个地制法的公法人，它不是，因为它是用章程，它不是用这个未来的那个组织规程，是组织法。组织条例，啊，所以它是一个，这个章，它用章程，啊，它就是其实就像这个我们现在公法人除了行政机关之外的，啊，不是行政机关，就是属于国家，啊，或者是这个啊像那个农田水利会，啊，农田水利会它也不是政府机关了哈，啊，所以它就是也是公法人，啊，但是它是用章程。以上。如果这个条文通过之后，我们所说的部落，就是他如果他只要照他只要拟定组织章程，然后报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就会变成具有公法人地位的团体嘛？哈，那如果我们讲的部落，他没有照这个程序来提出。他的组织章程的话，那他这个部落的地位会变成什么？他就是不具公法人地位的部落。对，就他还是部落，还是部落，对不对？我们还是把它认定是部落。对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但是我不管我是不是具有公法人地位的部落，如果照这个条文的话，他就都要设部落会议。也就是说，我无论你这个部落有多少人，有的部落可能人数很少，你还是要有一个部落会议。那你如果没有部落会议的话，你就不再是部落，就会变这样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部落会议要变成是你要来申请公法人的要件，还是你要成为部落的要件，这差别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假设我这个部落，
因为你会比我清楚了哈。假设我这个部落他可能因为人少，或因为他的这个特他的这个整个这个社区的形态，他可能未必会需要部落会议。可是如果我要变成一个部落，我还是要去设立一个部落会议，这样的强制性，是不是有必要？也就是我的意思说，要不要去把它处理到你要来成立成为公法人，你就必须要有部落会议。可是你如果只是你如果没有要变成公法人的话，那我就尊重你啊，你自己决定。他是这样哈，这个因为这个涉及到几个状况啊。第一个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法，其他的作用法都明定要经过部落同意了，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机制啊，因为原来的延期法也是要经过延民会的啊，也是要经过他的同意，也是要经过这个程序，这涉及到其他的政府机关了，不管是地方政府或者是中央的相关的部会，涉及到延期法或者海岸法、海岸管理法其他的条文，所谓的经过部落同意，到底什么样才是经过部落同意？啊，为了能够明确在政府机关的一个定位，啊，所以他在延期法的原来的第二条，他也是一样要经过这个程序，啊，所以这个部分不成问题。我这个部分算请教了哈，因为我们订这一条的目的是希望说，因为我们有很多作用法里面哈，这所谓经过部落会议，那事实上，我的了解了哈，也许我了解的不够多，就是一个族不一定只有一个部落会议嘛，哈，应该是这样吧，很多个嘛，对不对？那现在会变成说，这个部落会议的认定变成交由原民会来认定嘛，哦啊，包括他要登记、他要申请、他要组织章程。那变成由原民会来认定，那这会不会其实某种程度上破坏他原有的习惯跟他原有的传统？因为我本来部落会议我就是自己一个部落，我怎么样组成，我甚至由谁决定都是我们自己部落的事，那现在变成要这样的过程里面，那还有刚刚段委员所提出来的问题，这个会现在我们是自己在框定他的组织架构吗？那这样是不是有违原来原住民部落他们自己的习惯跟传统？延民会不会去做一个比较，对，不，他基本上都是尊重了，而且哈，这边提到哈，部落依其传统规范，啊，部落依其传统规范，啊，所以他必须这个，而且这个章程呢，组织章呢是由部落自己定，而不是由延民会来定。啊，部落依其传统规范，啊，来拟定这个组织章程。他这个延民会，他只是一个，啊，一个程序了，啊，这个是一个程序。这个我担心的是这样了哈，纯粹就法论法哈，就是人团法其实有很多组织章程的相关规定了，啊，那各个社团也是由自己去定组织章程，那这里面就牵涉到他的人员数要多少，要多少人成立，要怎么样。好，这有一定的规范才会变成公法人。那现在如果我们部落对这个部分其实是不规范的，那其实这一条是白定。为什么？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规范，完全照你原来的习惯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原民会去认定？哦，他就自己习惯就好了。那他组织章程到底是人数是多少，哦，要有几个人才算这个组织，哦，那这其实本来各部落就有不同的习惯嘛。所以我担心的是，这里面我们现在法律上的套套逻辑里面，就是说，哎，你要有多少人，你要提出来这个所谓的组织章程，然后我们再来认定你，啊，认定你就有参与部落会议的资格。啊，问题就是，它本来就不是这样的组成嘛，所以变成我们为了法律在法律里面绕来绕去嘛，那还是不符合他们原来的传统跟习惯。我担心的是这一个部分。其实啊，这个延期法哈，94年公布之后啊，延民会就很快的就定了这个部落会议的要点啊，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啊几百个的部落啊，事实上都已经经过延民会的一个协助啊，协助来进行相关的这些啊部落会议的设置了。那只不过因为这个部落会议啊，现在是一个只是一个要点来定哈，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相关法律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机制再去处理哈。所以很多的相关的这些到底在这个定位上哈，就产生有一些需要强化的地方，才会在这个人机法第二条之一啊，因为原来的第二条哈，并没有去授权人民会来去定法规命令的。那现在透过这个未来以这个人民会这个依传统部落的规范拟定组织，他们去拟定组织章程嘛，而相关的这些部落会议的相关的这些程序透过由人民会来另外定一个办法所以这个部分它是一个去强化目前的一个状况以上。可能要请叶编会再说明一下了。刚刚李委员刚关心的问题啊，我也正在思考啊，就是在这个部落会议啊，因为我们是依照传统的规范嘛来拟定组织章程，那么这个主体是谁？谁去拟定这个组织的章程啊？他那个组织章程的形成是怎么形成？是受过这个外界教育，他会草拟这个章程的人？还是说部落的口述还是怎么样，这是我不太清楚了就是说他怎么样形成这么一个组织章程，因为可能各个部落的这个跟外界接触的这个程度不太一样嘛或者他能够做公文论述形成各个公文的这些内容的人不见得很多所以这是一个我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既然我们要尊重它的传统，我们现在有16族但是可能还有正在申请还没通过的还没有变成正式的法定的这个族群。那你现在用审查的这个机制呢，到底要审查什么？还是说你是以报备的方式是尊重他们因为每个部落他决策的可能不太一样。传统不一样，领导人的产生的方式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呢，这里面是用审查的方式呢，是不是好，还是说用报备的方式？这是我的疑问的那另外就是说，那如果还没有形成还没有成立这个公法人的这个部落会议的时候呢，那或者他不清楚怎么成立，或者是说他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没有来申请，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他被公平对待的机会？这是我不太清楚的，是不是也请说明一下？好，那如何拟定章程？基本上人民会会办一系列的讲习，透过地方政府等于说来的协同来办理这个讲习会，那另外人民会也会提供一套范本供那个部落来参采。那最后这个章程的形成的过程，必须要透过他们内部，也就部落会议自己的内部讨论来形成章程。这个部分的话，那他等于说各族群一定会有他不同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习惯在里头。那么有的是世袭的，有的是选举的，这个完全不一样。那么人民会充分尊重他们讨论出来的结果，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审查或者是报备。那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是以尊重那个部落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那审查的话，就是说有一些等于说他在拟定章程之后，有一些的程序或者有一些条文，也许不是那么完整。那人民会基本上是由协助的角度来协助部落处理他的一个章程跟公法人的一个过程。那至于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可以处理这个整个部落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他的章程的部分的话，那么基本上因为现在一共有743个部落，那如果没有申请过的部落基本上不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为他其实人民会会尽量辅导他去成立，因为很多的一个部落的资源他其实现在没有公法人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基本上是借壳上市，就透过社区发展协会这些来处理，所以基本上人民会尽量辅导他能够朝着申请公法人的程序来做一个处理。以上，我补充说明事实上台湾的原住民族在这块土地上
基本上它就是以部落为主体了，啊，从早期就没有所谓的一个哪一个族的一个整个民族的，比如排湾族，它并没有整个排湾族的一个首领了，啊，一个领袖，它基本上就是以部落为主体。我们这个其实是在，比如说像文化资产，文化资产的认定，它变成哈，这个因为部落不是具有一个法人的地位啊，啊，很多文化资产都变成，用协会啊，用社区发展协会，结果社区发展协会的它是会改选的，啊，然后跟部落格格不入，在那个太武乡有关那个古楼那个五年祭那个部分呢，啊，文建会它只文化部它只能用社区发展协会。就产生这些问题了，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在强化目前的一个很多的一个缺失了。以上，好，立委员请。我想，如果我们订这一条的目的是让部落会议这有一个法定的地位的话，哈，我是尝试做这样的建议了，哈，大家听听看，比较不会限缩到本来部落的传统跟习惯了，哈，就是在第二项的部分，部落依其传统规范，哈，那后面有拟定组织章程这句就拿掉，哈。然后部落依其主传统规范报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核定者就具公法人地位，就是他只要他也不必去拟组织章程啦，齁，然后他直接报这个原民会就可以了。那后面前两项部落会议之组成若涉及召集与议决之程序组织章程之拟定，齁，然后审查基准这里都划掉，齁，然后接着组织任务、业务经费、经费辅导及其相关事项之办法，由原民会来主管机关哈，来定之，就这样而已。就是不把这个部分框在还要组织章程、还要架构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而且不会限缩到他原来的传统跟习惯。嗯，原民会跟好，来。第二项修正为部落依其传统规范报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者为具公法人地位之原住民族团体，就是删除拟定组织章程六个字。第三项修正为前二项部落会议之组成若涉及召集与议决之程序组织章程之拟定组织任务、业务经费、监督辅导及其他有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就是第二项，我重新念一遍，若涉及召集与议决之程序组织章程之拟定，然后后面的核定程序和审查基准八个字删除。宣读完毕。像那个人事总处这样，你们的意见怎么样？有没有没有意见？好，跟他们没关系。这不是行政机关。好。那个原民会看一再看一下。行动。是向各委员报告。我想大概先说明一下目前部落组织章程拟定的现况。目前依照原住民族部落会议实施要点的规定呢，我们已经在协助各部落拟定部落章程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呢，部落本来就有其传统规范，拟定部落章程并不是要他们抛弃他们现有的部落规范，而是要协助他们将他们既有的部落规范明文化，写在文字里。所以虽然名称叫做组织章程，但实际上我们是协助部落把他们的传统规范写在纸上。那目前有一些部落也已经完成了部落规范的那个部落规范变成章程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这个政委员的提案的第二项的部分呢，事实上是可以协助部落将他们的传统规范做进一步的整理，并且明文的写在那个他们的组织章程里面，这样子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行政程序呢，帮助部落将他的传统规范，尤其是社会组织的面向，能够更加的明确的明文化下来。所以在这个部分上，我们是建议是不是在第二项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再参采政委员的版本的条文。那后续有关组织章程的核定程序跟审查基准，是不是要把它拿掉，变成是比较接近像是备查制的那样子的一个做法。基本上
因为章程拟定好了之后呢，报原民会核定的过程，原民会的审查过程比较像刚刚我们处长说明的，它比较像是一个辅导的机制，也就是希望部落能够将它的组织章程写得更完整一点。如果有一些部落可能没有思考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帮助部落把这些条文给它落得更完整，那它未来的运作会更加的顺畅，而不是行政机关本于这个指导性的角色告诉部落说你该怎么调该怎么改，它比较像是准则制的，也就是说你只要符合特定条件报来我们一定会准，我们只是帮忙大家把那个部落写得更把那个章程写得更完整，但如果只是完全的备查制的话，那变成是原民会完全没有审查的制这个机制，那当然也是当然是可以透过行政指导的方式去协助部落再去做调整，那可能它的强度会稍微弱一点，所以在这地方再请委员再做参考。以上说明。如果我们保留原来的第二项，但是呢第三项照我们李俊毅委员的这个意见来修改，可不可以？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前面是核定，要用核定还是核备？大家的意见是什么样？来，政委你要不要看看李委员的这个意见跟您的意见要不要融合一下？这个因为，这个第二最后一项，如果用这个有弹性的，变成是可有可无，若涉及嘛，事实上他一定要这个办法一定要规范这个他的一个你一定要去组，怎么组成，他不会写得很详细，原民会他不会写说一定要怎么组成，他还是会把传统规范的那个字眼会在这里面去跟他要求，包括他你要这个召集，是议决的程序，这个到底你是要怎么议决，你是要，这个你是要鼓掌表决鼓掌还是要投票还是要怎么样，那个部分那个也是这个授权给，还是说他这个怎么头目产生之后，就头目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权责呢，还是这个都可以尊重给部落，对，所以那个程序，因为这个最后一项是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要你一定要授权，授权原民会来定这个执法的时候，所必须，因为如果说因为基本上这个最后一项，最后一项因为是授权给原民会来定的了，所以他定的时候他还是会不能离开这个前面的第二项的要尊重这个，要依还不是尊重而已，要依其传统规范，所以还离不开这个那个部分了，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能够再考量，那至于到底要核定还是核备，因为核备的话，这个核备就是他可以不照，核备第二项核备核备什么问题？核备就送了，备查。现在就是核备就备查。对啊。备查就是告知就完成了。那这个原则就不能。其实我跟你讲，我有这个东西了。来，抱歉，那个主席，这个部分我不坚持了，但是我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组织章程的拟定，也需要原民会来核定，那其他相关的内容都需要原民会来核定，会变成一个现象，就是说我部落会议的地位虽然因为这样而有了，但是事实上就破坏我原来的传统跟习惯了。好，那所以是不是有必要为了这个取得他的地位然后限制的这么死啊？
好，其实就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嘛。我们只是为了要让部落会议有一个法律地位，然后我们说，哎，不行，你就要拟定组织章程来，你就要什么样的程序，你就要什么样的规范啊、这个要几个人开会？那其实这跟部落的传统习惯是非常不一样的。好、哦，那原民会有没有必要给人家管这么多啦？那这个有没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有没有违反原住民自治的一个基本精神呢、啊？如果违反原住民自治的基本精神，那我们这个不是白定了吗？好、哦，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件事情。那这一条内容啊、哦，我不坚持。这样，这个基本上啊，本来从立法技术上啊，对于这个本来应该是合备了啊，没有错了、啊。但是因为这后面的相关的这些合备。应该我们看先看那个原来的第二条是写什么？原来第二条，是要合并还是合并？对，原来的第二条就是合并了。对，原来是合并。部落系指原住民与原住民族地区一定区域内依其传统规范共同生活结合而成之团体，经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者。部落是经过你核定的，但是它的章程你核备就好了，对了，先跨出一步，不会了，他们还是这个条文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哈，就是政委员的原来的条文跟后来的建议修正条文哦，都是把怎么样核定部落，然后部落的组织，然后部落会议要怎么组成。然后包括你怎么样监督辅导，这些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去定，所以应该是定在那个办法里面，所以你要去定一个办法，那个这边呢就没有牵涉到这些东西的核定的问题，就是我去定这个办法，那你要照我这个办法去定章程，你要照我这个办法去召集这个部落会议，应该是这样嘛，所以你不是，所以你根据这个办法去定的章程你送来给我核备就可以了，因为我有定了一个办法嘛，你要照这个办法去定啊，那你如果违反这个办法，那当然我就没有办法核备嘛，对，应该是这样嘛，所以你概念应该是这样嘛，这个条文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嘛，所以那个条文就是你回到看政委员原来那个条文，其实就会比较清楚，就是他其实要你们去定一个办法，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嘛。啊，你这个第二个你修正条文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了，这个其他什么什么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嘛，所以你去定办法。那是不是这个第二项哈？核定改核备，那第三项是不是能够照原来的修正动议？如果这样子呢？不是啊，核定他们还是要他们核定啊。部落这个是不是部落也还是要？部落是核定的。对，就是、那现在这个第三项的部落会议呢？部落这一条其实增加的是在那个部落的组织章程嘛，部落会议的组织章程，对不对？那是要他们定办法。对，第三项的那个核定也改为核备。那如果这样，第二项改成核备嘛？哦，核备。然后呢，第三项是补足他的这个程序嘛？那如果是这样子哦，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可不可以改成及其他
有关核备事项之办法，那就只是限缩在那个核备的部分而已、啊、可不可以这样子？有关事项的地方改成有关核备事项之办法，因为你这个主要也是谈那个核备的，可不可以这样子？第三项就不用了。第三项的重点是要圆明会去定办法，对，第三项不用了。啊，那个核定要不要？第三项的核定两个字，还是要吧？核备程序吧，它还是要定在里面的。就是他要送到哪里去，要不要经过县政府，啊，还是直接由部落直接送到圆明会，那个程序还是要写，核备的程序。那就改核备。因为上面是核备的话，这边就是核备的程序。第二项就是第三项的那个组织章程之核备。核定改。可是如果第二项也把它改。核备的话，等于说，因为第二项的部分、哦、如果说部落一起传统规范，如果是对一定要核定哦，因为那个是要取得公法人地位之原住民团体，那个才符合原基法，所以第二项的部分一定要核定哦。对，不适合用核备哦。那第三项的那个部分是说那些程序性的规定，那个到核备倒是觉得无所谓。其实第二项应该重点是在于你部落要透过这个程序经过我核定，你就具有公法人地位，那个重点不在于核定你的组织章程，而在于譬如说你部落也不是依他传统规范啊，你部落是依传统规范还有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所定的这个程序，所以它是要满足两项嘛，然后你这两项你是满足两项你送来给我，我核定了你就具有公法人地位，所以这个核定不是指的核定它的组织章程，是核定它的部落具有公法人地位，是这样子吗？对，是不是这样？那就第二项的拟定组织章程可以不用吧，反正在第三项，对，没错，他应该是要办法里面去定的。第二项反而是要加上一个这个，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所定之什么相关办法还是什么？你要不然的话，我如果照我的传统规范，我报来，你跟我说不行，你要我照我传统规范啊？所以你这个重点其实不在传统规范，重点是你要照我的要求嘛。是不是这样？我们把这个把它搞清楚了。所以是这样子了，就是说部落呢，依照原计划的精神是部落呢，应报请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核定者，使取得公法人之地位了，以这个意思了，对不对？然后后面呢，就是说，你这个部落呢，应该依照他传统规范呢、啊，来拟具他的组织章程，是不是这样子？后面第三项是咱那个组织章程。我请大家回头再看一下哈、哦，这个政委员的原来这个条文呢、啊、哈，其实我觉得会比较简单又清楚。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个什么设置传统领袖，这个就不要了哈，就是。部落经核定者为公法人，然后这是第一项，部落之核定组织，部落会议之组成，召集及决议程序或者决议程序就可以，因为决议程序包括你要怎么样召集会议嘛，决议程序其实包括他召集的过程嘛，然后接下来那个部落传统领袖是设置啊，那个其实我想可能不要了哈。决议程序，然后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这样是不是会比较简单清楚？然后它的逻辑比较分明。就是部落你要经过我核定嘛，
你要去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核定嘛，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核？只要核定了就是公法，那怎么核定在第二项嘛？部落的核定这些，你要有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去定一个办法。再念一次看，稍微。部落经核定者为公法人，好，据点第二项，部落之核定组织部落会议之组成，然后再然后决议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之。但是呢，这个就会把郑委员刚才强调那个。部落应设部落会议，这个是不是就会没有放进去？如果这样，第一项后面呢、啊，叫那个公法人后面那个逗点还保留，再加一个并应成立部落会议。在第一项就是说，应该是这样子了哈。为促进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发展，部落应设部落会议，部落经核定者为公法人。对，可以吧？那个要不要请部落经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核定者？对了，对了，没有错了。对，你们的错。部落经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核定者。好，公法人。OK 了哦。好，那就这样子。第二条之一改成：为了促进原住民族部落健全自主发展，部落应设部落会议，部落经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核定者为。公法人据点，那第二项，部落之核定组织部落会议之组成决议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定制。前面也是中央原住民族啊，主管机关啊，统一用词，这样可以吗 ？OK 了，好，好，好吧。那第二十条之一。增订第二十条之一。这个我补充说明一下，这个二十条之一哈，本来在第二十条啊，就是要定法例了哈，就是也所谓的《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但是因为这个法要能够三读通过。非常非常的困难了。从民国94年呢、啊，这个原基法公布施行之后啊，我那时候也在原民会也开了，我自己在主持相关跨部会的会议、啊，就开了十次，好、哦，自己就开了十次相关部会很多的意见了哈。然后到了这个行政院政务委员主持的哈，我那时候吴泽成政务委员开了三天啊，三整天了、哦。开了三整天了，啊，后来送到立法院啊，那因为那时候的都没有完成三读哈、啊，那这一次人民会也送来了啊，行政也送来了版本，啊，恐怕这一届也没有机会审这个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所以我才会试图说，这个因为为什么要加第二十条之一，就是因为这个土海法要三读通过是有它的高难度了哈。啊很多的主客观的因素在那边，因为毕竟台湾真的是很小，土地是有限的，所以我才会增加这个第二十条之一。而这个第二十条之一，其基本上啊，它是这个把现行的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上七条啊，把它移列到这边来。那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7条啊，之所以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除了第37条的条文之外，啊，其他的条文全部都在水土保持法了，啊，现在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之所以没有办法废止，就是因为这个37条，因为37条是涉及到原住民保留地的一个法源呢、啊，而事实上这个原住民保留地啊，不尽然哦、啊，大部分当然是在山坡地。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原住民保留地也不在这个山坡地上啊，所以这个其实一直放在那个
这个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7条啊，也不对啊，所以我才会本来想说啊，这个土改法很快就制定了，事实上是有真的它的有它的困难了、啊，所以我才会在这个第二十条之一，哦、啊，来去做一个规定，然后授权啊来行政院来定这个办法、啊。以上的简单的说明，谢谢。好，委员会有没有意见？跟委员报告，我们会里面是支持那个郑委员提案的这个意见，那原因如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确诚如刚刚郑委员所讲的，目前就是有关于原住民保地它一个土地权利的一个授权依据，最主要是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第37条这样子，但是这个条例是依它的一个范围是限于山坡地范围，那跟我们现行的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我们平地原住民他在透过彰化边手段取得的这样一个原住民保地，他其实是不以山坡地范围为限，所以基本上如果说把这个透过政委员提案的这个版本，把这样子的一个条文把它放在原基法20条之一里面，的确可以从过去这是以放在山坡地范围以三保条例的部分把它移列到原基法里面，那个是在法制上是比较妥适的，这第一点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行政院院版的原住民土地及海域法在今年的7月7号已经送到大会来这边，那其中在土改法的第16条的部分，它有在第二项有特别规定，就是说前项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权之取得及辅导等事项，依本法之规定其取得条件程序限制嘱托登记与其他辅导管理及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其实换句话说，我们院版土改法院版的16条的版本其实是跟政委员版本的方向跟立场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基于以上两点的理由，我们会赞同就是政委员提案的这个版本。以上。我们这个今天也有几个跟国土有关的这个主管机关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农委会水土保持山坡地营建署国土主管机关，那个报告主席哈，那个农委会水土保持局针对这个部分来说明，基本上那个我想先讲结果啦哈，就是基本上我们是有跟那个原住民委员会有充分过很多的沟通跟协调，基本上我们还是尊重那个原民会的那个专业。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将来如果那个政委员的这个提案有通过的话，相对的我们那个三保条例就要跟着做一个适当的修正。那这个部分我们在院版里面也事实上之前有提过，不过刚才那个原民会那个副主管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他将来在那个山海法16条里面的精神事实上是跟政委员一致的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是非常的尊重那个原民会的一个专业。好，那不过那个原来可能那个要提醒那个政委员跟那个我们那个原住民会，原来的三保条例37条里面针对那个原住民的权利它有一个5年的限制条款，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那个原民会有充分的沟通过了，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原民会他是知道这个部分，那将来是不是这个部分要放在那个像刚才副座讲的那个16条里面再另行定制，这个我们也是尊重。好，那以上说明。这个基本上哈，我来讲这个5年的部分了。在1996年哈，民国1996年吴泽成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宜兰县的副县长啊，他担任政务委员的时候，有充分的邀请了相关的部会来做讨论，而且还讨论了一整天了哈。第一整天没讨论完，第二天。第二次的会又讨论了，所以基本上在当时的行政院的一个政策上事实上就是这个5年已经没有它的必要性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那现在行政院现在当然政党轮替之后，现在这个行政院所送来的现在的行政院所送来的这个土改法也是这个5年也都没有列进去了，所以这基本上在行政院的政策上是应该是
这个不管是民进党执政或是国民党执政哈，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已经拿掉了哈。所以既然这个土海法啊，是我讲真的是很难通过了啊，所以我就是还是很期待说是在这个二十条之一啊能够通过，而事实上这个是去符合现实了，因为这个有很多的保留地，像马家乡那个很多都是在平地啊。啊，不是在山坡地哈、啊，所以一直放在这个《三保条例》山坡地保育令条例，这个37条、啊，事实上，以后这个通过之后，那个就是废止了，整个山坡地保育令条例废止，要回归完全回归到水土保持法了，这个是一个希望能够我们很能够促成这个事情。以上，我们几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来，段委员请。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基本法它就是基本法，它是定这个其他法律的原则了哈，所以它的位阶会比一般的法律要高。其实我们像刚才我们定的这个第二条之一，它也可以定在原住民族自治法里面，但是以它的这个状况，它定在基本法也并无不可哈。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我对那条没有提出这一点。可是这条就把它是一个暂时性的条文，对不对？如果土海法通过了，这个就要拿掉。可是你在基本法里面去定一个暂时性的条文呢、啊？这个跟法的位阶是有冲突、有矛盾。那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原住民族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好，那基本上就是说，应该要把这个开发管理办法把它定成条例，也就把它变成法律了，因为它现在是办法。所以你要么就是定在土海法，但土海法真的的确很难通过。我的建议是去把这个开发管理办法去修改之后啊，然后把它定成，你就直接定成法律嘛，你就不要再定在基本这个原计法里面去弄一个暂时性的条文，这跟基本法是矛盾的啦。我知道你的为难啦、啊哦、我知道你的为难啦、啊、可是你这样子去，我们为了重权哦、啊、也就是说也就你这个自治法也到现在也没有通过啊，然后呢，土海法更困难，所以我就去改原基法，因为原基法是现成的，我就在原基法里面这边改那边改这边改，你搞到后来这个就不叫基本法了。你这种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我的为难了，是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国家的为难了，因为哈，如果从法治的体力上，当然刚讲的都没有错，但是如果又去定一个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条例也不对。为什么？因为原基法已经说要另外定一个土海法啊，所以因为这里面还包土海法里面还包括到传统领域嘛，啊，传统领域的一个制定相关的程序也很复杂的啊，那所以它也包括原住民保留地啊，因为第二十条所授权定的啊，第二十条所授权要定的，它是包含的传统领域跟现行的原住民保留地的一个法律。当然，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要另外去定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条例啊，它也会涉及到你跟原基法，不就会涉及到说，你土海法就会跟涉及到说，哎，你跟原基法不对哦，你原基法授权的是啊，第二十条授权的啊，不是只有管理那个保留地啊，啊，它包含的很多啊，啊，所以包括尤其是传统领域，因为就原住民而言呢、啊，就原住民族而言，他会认为说，你管理办法本来就有了，你把我提升为办那个条例，那换汤不换药，然后我们更在意的是那个传统领域啊，啊，所以变成是去定那个东西的必要性了、啊、哈，就变成就是少很多了哈、啊。所以就变成是一个、也会涉及到法治的问题了，啊，你这个他还是要去定办法嘛，你只是在条文里面做宣示性的说，啊，那这个行政院还是要去定一个办法出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了，但是你宁可是去定一个把这个定一个暂时性的法律，你暂行条例也可以啊，你在土法法通过之前啊。不是啦，你本来是用这个办法在管理，对不对？那你就把它变成一个法律，
然后呢，如果土改法通过之后，你再把这个法律废掉，你都比这个在基本法里面去定一个暂时性的条文要好嘛？你两个都是暂时性的啦，对不对？一个是对啊，是啦，你两个都是暂时性的，你这个条文也是暂时性的嘛？你假设土。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比放在这边好。不会啦。好一点。是这样哈。当然，这个在立法院哈也创了很多了，尤其是对原住民族的部分哈。这个，在我在民国90年哈，90年提的。这个原住民身份认定，原住民身份法，啊，原住民身份法送到立法院哈、啊，送到立法院。当然，立法院我知道不，在行政院的阶段了、啊，行政院的阶段不可能会加个民族了，啊，事实上本来要先有民族才有个人身份，所以当时在行政院的阶段，因为从立法技术上，他是在定个人身份了。但是到了立法院呢，我就拜托原住民的立委，把民主的部分，啊，把它定在里面，在立法基础上本来不对了，啊，但是不得不，因为现在要，啊，从那时候要定原住民族，原住民，民族认定法，到现在也定不出来，啊，也它的很多的一个困难，所以那时候在原住民身份法就拖度了，把民族的认定也放在这里面。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是有时候原住民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制哈、啊，啊，不得不用比较特殊的方式去处理了、啊，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啊，这个它的难度，啊，你说山坡地保育利用原住民保育地的一个条例，啊，说它是一个暂时性，又更麻烦了、啊，啊，说出来更麻烦了、啊，这个会，所以我是建议哈、啊，大家一定会知道啊，这次一定会知道，而且哈、啊、还要在那边大张旗鼓在那边弄那个、啊，因为有很多的东西在办法里面就可以定了，啊，所以这里面也是，其实主要就是在授权定办法。我看这个，叫李文全。两个部分啦，齁。第一个部分是这个部分原住民基本法，它还是基本上它还是一个基本法的概念，齁，它是一个概略性的一个规定。而且原基法里面本来就有规定这些原住民保留地的部分要用土改法来处理。那现在因为土改法不容易通过，然后就变定一个回头来改原基法，然后说定一个暂时性的规范，齁，这个在法律上比较难接受，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部分我可能要请教原民会了齁。你们这个第二项里面有写到，依法取得所有权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如有移转齁，以原住民为限。你们这里的原住民是指原住民的个人自然人，还是包括部落的概念？因为个人，因为很多的保留地其实是不一定是个人所有。现在都是个人吗？各位，我想我是不是建议了，因为这个有涉及到这个原基法呢，是不是适合摆这个暂时性的这个规范？另外一方面，行政院这边呢，也在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也要做配合的处理嘛，所以我是不是建议呢，这条能够保留去协商，好不好？好，哦、那各委员，好，原民会。我们现在按照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我们现行是有在做这个授权的，但是我们大概26万公顷，目前大概
整个有一些赋予，就是我们给予的这个土地大概是现行的已经取得所有权，它还是有一些规范在那边啊。对，对，它还是要继续规范。它那个授权完了以后，它后面还是有一些规范对土地的利用的使用的方式啦。那我们原则上，因为它持续在做，现在大概12万左右、13万左右是已经赋予，还有大概12、13万，就是将近一半还在持续做这个工作啊。就算原来的已经取得权利的，还是要做规范的，它管理办法还是有，它要规范的事项还是有。陈委员，我请教一个程序的问题啊，那个朱伟怎么没有来、啊？我是没看到吗？还是怎么样？朱伟啊？还是一条而已，所以朱伟不用来。他副朱伟有来吗？没有，今天就派处长来了。啊，他有在新化员工，朱伟不来，副朱伟也不来，啊，到底是在新啥呢？啊，这个怎么审？对不对？审法案他们也不重视啊，也不重视郑天才委员啊。对啊，那、啊、这些都是幕僚啊，怎么做决定说法案怎么审呢？对啊，你郑天才他大概觉得你选不上了、啊，所以就不用来了、啊。对啊，怎么可以对委员审议法案的态度是这样？对啊，这个那么重要的法案，对不对？就不来啊，不来就放着啊，等他们来再说啊。因为有一些政策，他是事务官是没有办法代表机关来表达他们的意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先等一下回来，事后再回来再审嘛。嗯，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你们联系一下好了，好不好？其实我们会员本来有请副主委待命的、啊，他应该会马上来。好吧，这个先第20条之1先搁置一下好了，好不好？明天再处理。好，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先宣读刚才那一条的结论。好，你们联系一下嘛，好不好？陈委员提醒，我也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时候我一向最坚持的、啊，不，你这个至少，不，主席，至少我们在宣告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在场，好不好？那、我们请这个圆明会联系一下，好不好？看看。那个是我是对程序上你这么说的，对，好，中午前好不好？好不好？中午前请主委或者政务副主委一定要来。好，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就先搁置下来，好不好？好，好，谢谢。我们要继续进行这个会议啊。中部吗？那个好像是中部吧。他十二点之前会来了。十二点前来。等一下，我大概11:30左右哈，会跟王院长去接见那个萨瓦多的这个国会议员啊，所以我们中午会休息到2:30，好，然后2:30以后继续审查。所以如果主委愿意早点来，我们就会暂时停一下，然后让这个案子先处理，这样可以吗？要不然就下午，郑委员。2:30好了，好不好？再继续接下去。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继续进行景观法的部分啊？首先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啊，景观法的部分我也遵照几位委员的这个意见啊，那么就召开这个将近5次的初审小组的会议啊，那么也邀请了各机关、各个工会呢一起来参与。好，那么到最后我们有整合了一个初审小组的一个建议版本。那另外呢也应各个工会跟相关的学者专家的意见啊，
我们先搁置了所有的这个有争议的部分啊，不再谈这个签证版，也不处理啊景观司法啊，所以呢，纯粹就景观法的部分呢、啊、来做整合。那我这边请教一下这个各委员啊，因为我们也经过了五次的这个初审小组的会议啊，还有将近五次非正式的一个讨论啊。处理过了所有的条文，也请所有的这个各界的技师们啊、哦、都来发表意见啊、哦、就我们修正了以后相关的版本，所以现在呢是已经有一个初审小组的建议版本啊、为了这个节省时间呢、啊、是不是各位同意我们比照过去处理湿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的这种方式呢，用我们初审小组的整合版本啊作为讨论的基础啊、哦、那这样子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应该可以会比较精简一点，所以各位委员是不是同意呢我们宣读的时候呢宣读这个景观法的整合的版本啊、哦、的建议的版本，然后呢这个景观司法是不处理啊、哦、不予处理，是不是各位同意这样来进行？好，如果可以，我们现在就进行请宣读景观法草案初步审查小组的建议条文。那我们在这个建议条文在宣读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也就开始进行协商？啊，如果可以，我们就请宣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协商，一边宣读一边协商，啊，好不好？初步审 okay, 好好，就请宣读好。景观法草案初步审查小组建议条文，法案名称景观法，第一章章名总则，第一条条文，为保护自然与人文景观，改善城乡风貌，塑造优质生活环境，特制定本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主管机关权责划分如下：一、中央主管机关，括弧一、国家景观政策纲领与对策之研究、拟定、协调、宣导及推动；括弧二、景观相关法令之拟定；括弧三、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景观业务之监督、指导与评鉴；括弧四、直辖市、县市景观纲要计划之核定；括弧五、景观业务专案补助计划之研定、审议及核定；括弧六、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研究、划定、分级、审议、核定及督导；二、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括弧一、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研究、划定及管理；括弧二、直辖市、县市景观纲要计划之拟定及审议；括弧三、景观计划之拟定、审议及核定；括弧四、景观改善计划之拟定、审议、核定及执行；括弧五、景观保护及管理相关自治法规之制定；括弧六、违反景观维护之查报、取缔及处理。好，请继续宣读，宣读完我们再协商。括弧六，违反景观维护之查报、取缔及处理。本法锁定事项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执掌者，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第三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景观指自然与人文景观，包括自然生态景观、人文环境景观及生活文化景观；二、重要景观地区指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丰富，需特别加以规划、保育、管理及维护之地区；三、国家景观政策纲领指中央主管机关为维护景观与风貌，建立景观管理制度，规范重要景观地区划设原则或基准，并推动景观相关工作所拟定之上位指导政策；四、景观纲要计划指依据国家景观政策纲领，参酌地方特性，为建构景观资源系统划定重要景观地区所订定之指导性计划；五、景观计划指为加强重要景观地区景观资源之保育、管理及维护所订定之计划；六、景观改善计划指为改善重要景观地区或其他经划定有实施景观改善必要地区之景观所订定之具体行动计划；七、景观事务
只为办理全国景观政策纲领、景观纲要计划、景观计划及景观改善计划而进行生态资源保育、人文资产保存、环境保护与富裕之研究、调查、分析与规划等相关工作。本法适用于一般景观事务，但建筑法及建筑师法所称建筑物实质环境及技师法所定之各科职业范围不适用之。第三条之一，重要景观为国民共享资源，政府应拟定具体政策，妥善规划与保护，使世代国民均能永续享受其福祉。政府推动景观事务，应优先保护现有之重要景观，优化景观内涵，并应创造新的良好景观。良好景观为自然、历史、文化及生活等要素综合形塑而成。政府为促进整体景观之调和，得适当规范土地使用。景观保护应尊重地方居民之意愿，顺应当地自然属性，发挥人文特色。政府应鼓励机关、公司、机构、团体与国民合力保护与创造良好景观，并促进观光及区域交流。政府应加强景观之教育宣导与研究发展，推动景观保护意识之启发及相关知识之普及。第三条之二，中央主管机关为统合推动景观事务，应拟定国家景观政策纲领，报行政院核定，前项国家景观政策纲领每五年至少通盘检讨一次，并同公布国家景观白皮书、通盘检讨报告，如涉及变更国家景观政策纲领者，准用第一项规定。第二章章名规划及管理。第六条，主管机关应综合考虑生态保育、美学原理、景观要素、资源保护、维持生态系统、重要景观及其市域之延续性及完整性，划设重要景观地区。前项重要景观地区相关计划规划之原则如下：一、依据自然环境、历史风貌、市域与视觉廊道，统合考虑点、线、面之景观条件，划设重要景观地区。二、维护具有特色之自然与城乡天际线，并保全重要景点、水岸及其毗邻地区市域之协调性、延续性及完整性。三、优先评选与保护重要之行道树、受保护树木、公园绿地、优良农地、生态保护区、特殊地质地形或地貌等景观或空间，并纳入重要景观地区。四、保存与维护古迹、遗址、历史建筑、历史街区、人文古道、传统聚落、遗失空间等重要文化资源周边地区，以维系具有人文特色与传统氛围之景致或纹理。五、融合自然与人文地景之条件，营造生态廊道、步道、自行车道及其他重要交通设施整体轴带之优美景观。六、调和与改善重要建筑物、广场、纪念碑、圆环等节点或地标，并善用相关专业技术，使城轴、县市轴或市域良好之城市景观。第七条，中央主管机关于紧急或必要时得进行划定或变更重要景观地区，并指定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限期纳入景观纲要计划或拟定景观计划保护规划保育维护及管理之。第八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为规划施工与管理景观事务之需要，得筹组或征选景观总顾问，负责各该政府景观事务或相关计划之协调、咨询和审议，其相关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四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以各该直辖市、县市行政辖区为范围，依据国家景观政策纲领，并参酌地方特性，拟定景观纲要计划。前项景观纲要计划得并入都市计划之主要计划拟定。第五条，直辖市、县市景观纲要计划应就下列事项表明之：一、计划愿景目标及年期；二、景观资源及景观相关重大课题之策略；三、景观系统之建构；四、重要景观地区之划定及范围；五、
景观规划保育管理及维护原则，六其他应加表明之景观事项，前项第四款重要景观地区之划设原则或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及相关团体定之。第一项第四款重要景观地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视实际需要，于直辖市县市景观纲要计划完成拟定前先行划定。第六条，自然保育区、国家公园、国家自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环境、自然保护区、保安林地、森林游乐区、国有林事业区、国家重要湿地、国家风景特地区、古迹、历史建筑、聚落、遗址、文化景观或其他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营定定相关法规，实施景观之保育、管理及维护之地区，免依前条规定划定为重要景观地区。但各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有必要时，得拟定景观计划，送请中央主管机关应第九条规定办理。国防重要设施及军事营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免依前条规定单独划定为重要景观地区，但位于直辖市、县市景观纲要计划划定重要景观地区内之国防重要设施及军事营区，其有关景观管理、维护及改善相关事项，应有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协调国防部配合办理，必要时并得报由中央主管机关协处。第七条，重要景观地区应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拟定景观计划，作为区内景观资源保育、经营及管理之依据，其位于设施都市计划地区范围者，景观计划并得并入都市计划之细部计划规定。前条第一项但属景观计划之拟定，中央主管机关得指定各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限期为之。第八条，景观计划应以计划书及计划图就下列事项表明之：一、景观纲要计划之相关规定；二、计划地区范围；三、现况及景观要素之调查分析；四、计划目标及课题；五、景观生态与人文资产之保护对策、管制事项及规划基准；五、其他景观事项。第九条，直辖市、县市景观纲要计划之拟定、变更、审议、核定、发布、实施及核定后之复议，准用都市计划法有关主要计划规定办理。景观计划之拟定、变更、审议、核定、发布及实施等事项，准用都市计划法有关细部计划规定办理。第十条，景观纲要计划及景观计划公告实施后，有关景观规划、保育、管理及维护事项，应受其指导，原已发布实施之区域计划或都市计划不能配合者，应即办理检讨，并配合做必要之变更。前项原已发布实施之区域计划或都市计划，在完成变更程序前，有关景观规划、保育、管理及维护事项，应景观纲要计划及景观计划管制之，但不合景观管制规定之原有建筑物或设施，除准修缮或继续为原来之使用外，不得增建或改建。前项但属情形，当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任有必要时，得斟酌地方情形，限期令其变更、使用或迁移，其因变更或迁移所受之损害，应予适当之补偿。在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立其变更迁移前，得为原来之合法使用，或改为妨碍目的较轻之使用。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对于既有合法可建筑用地，因不合景观管制规定其变更使用所受之损害，应予适当补偿。前两项补偿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一条，重要景观地区内达一定规模以上之开发或设施，其景观事务应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循都市设计审议程序审查通过后，使得建筑使用或施工设置，并得于先期规划或设计阶段就景观相关事项与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咨询协商。前项锁定一定规模之开发或设施，其适用范围及项目、审议项目及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及相关团体代表定之。第一项达一定规模以上之开发或设施，有下列形式之一者，经中央或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准者，
而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一、因战争、地震、水灾、风灾、火灾或其他重大事变遭受损坏时；二、为避免重大灾害之发生时；三、为避配合重大工程之施工时曾需要；四、为配合国防建设需要，第一项各款锁定开发或设施之建设范围跨越二个以上直辖市、县市行政辖区者，得由中央主管机关审决之。第十二条，前条第一项之审查应于60日内完成，但情形特殊者，得予延长，延长以30日为限。审查过程中遇有重大争议时，得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各该开发或设施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中央主管机关审决之。第三章，改善及维护。第十三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划定之重要景观地区有改善之必要者，应订定景观改善计划实施之。重要景观地区以外之地区，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各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认定有实施景观改善之必要者，亦得订定景观改善计划实施之。第一项景观改善计划之订定，中央主管机关得指定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限期为之。第十五条，景观改善计划应就下列事项表明之：一、景观纲要计划之相关规定；二、实施范围；三、现况调查及分析；四、计划目标、课题及对策；五、景观改善项目及优先改善次序；六、具体改善措施及禁制规定；七、分区改善优先次序；八、实施其程及经费；九、其他相关事项。前项具体改善措施涉及电力、电信、广播、邮政、瓦斯及自来水等公用事业突出地面设施之改善方式，应以不影响正常供应为限，就现况进行景观改善。第十六条，前条第四款景观改善项目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购及其及相关团体代表定之。前项第三款及第四款之改善方式应以不影响该设施或设备之正常供应为限，就现况进行景观改善。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涉及建筑物改善，应依建筑法相关规定为之。第一项各款锁定事项得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依据地方情况及需要于自治法规中做必要之规定。第十七条，景观改善计划拟定期间，应以座谈会、公听会或其他适当之方法公开征询民众、学者、专家及相关机关团体之意见，作为拟定计划之参考。景观改善计划拟定后，于送都市设计审议前，应公开展览30日及举行说明会。公开展览及公听会之日期及地点，应登载于政府公报或新闻纸及网际网路，或以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任何公民或团体得于公开展览期间内，以书面载明姓名或名称及地址，向该管主管机关提出意见，作为计划核定之参考。前项审议之进度、结果、陈情意见、参采情形及核定发布实施后之发布地点及日期或其他有关资讯，应以网际网路或登载于政府公报，或以其他适当方法广泛周知，变更时一同。前三项之适当方法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第十八条，景观改善计划核定发布实施后，其中需配合实施景观改善及维护部分，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以书面通知土地、建筑物或设施之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或占有人，令其依景观改善计划锁定其程，配合实施改善。景观改善计划内容与既有公共设施或公用设备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锁定维护管理计划间遇有重大争议时，得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各该公共设施或公用设备之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中央主管机关审决之。第四章，参与及奖励。
第十九条，为维护景观、塑造优质生活环境、公共空间或公共设施之景观事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奖励由民间兴建、修建或认养管理维护，其奖励之项目、范围及期限等事项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第二十六条，为维护景观、塑造优质生活环境，中央主管机关应定期评选景观研究、规划、设计、管理等事务优绩优者，颁赠国家景观奖章。第二十条，为鼓励民间参与街道家具设置及营运管理，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提供土地或设施与私人或团体办理，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之限制，其办理之项目、营运范围、期限及回馈等事项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第二十一条，土地及建筑物所有权人为改善环境景观得自行划定地区范围，成立组织，自行依据景观改善计划向当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依第十七条及第十八条规定办理。前项之申请应经所划定地区范围内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筑物所有权人均超过三分之一及其所有土地总面积及合法建筑物总楼地板面积均超过三分之二之同意，第一项景观改善计划之规划及实施所需经费，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由相关经费或景观管理维护基金酌予补助，其申请条件、程序、补助方式、补助基准、景观改善计划完成后之管理及维护等事项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第五章咨询评鉴及基金，第二十二条不予增订。第二十三条，中央主管机关为办理第二条第二项第一款第三目之评鉴业务，得邀集学者专家组成景观辅导评审团，每年定期举办各直辖市、县市景观之评鉴奖励及竞赛。第三十条，主管机关为办理景观保护、维护、改善及管理等相关业务，得设置景观管理维护基金，其来源如下：一、基金自行收入；二、政府机关循预算程序之拨款；三、受赠收入；四、其他收入。第三十一条，景观管理维护基金用途限定如下：一、重要景观地区之研究、调查、规划、维护、管理、复育及改善；二、景观保护、复育及改善计划之补助；三、景观事务之教育、宣导及人力培训；四、景观事务之方法、技术、创作、竞赛、规划、保护、督导、管理、复育及改善绩优之奖励；六、景观事务之国际交流与合作；六、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准有关景观保护之费用。第六章罚则，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各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限期改善、借其未改善者，得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按次处罚，至其完成改善为止。但法律或自治条例另有处罚规定者，不在此限。一、违反第八条第四款景观计划中之管制事项或基准，违反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擅自建筑使用或施工设置；三、违反第十五条第五款景观改善计划中之具体改善措施或禁制规定。第七章附则，第二十六条，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于本法公布后三年内定之。通过附带决议一项，主管机关为推动景观之研究、规划、协调、分级、保护、审议、核定、督导及管理等事务，得设专责机关或机构。保留增设附带决议一项，有关督审期限超过九十日以后进行核备，并建议公务人员如有怠忽职守，应受惩戒停职之处分，如督审委员违法失职，应予解聘等。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来协商条文。
也请相关部会都到前面来。那个好，对，那个因为我们海域管理法可能还没有处理，早上不会处理到哈，是不是？我们政府署长啊可以先离席啊，那么回去处理公务啊，我们在事后再来再通知好不好？好，会有到时候有位代理哈。好，是不是？好，谢谢。好，谢谢副署长。那我们现在就请各部会相关部会都准备啊。好，我们现在处理景观法的初审条文的建议条文啊，以这个为基准。好，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是不是逐条来讨论，征求大家的意见啊？首先是名称景观法，那各位委员、各位机关有没有意见？啊，好，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那第一章总则。名称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是。我们还要请一位吗？现在是协商的时候。好好，请。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啦，好不好？休息五分钟，再请各党团也多找几位委员来，好不好？
好，各位委员，我们就继续进行讨论啊，因为有几个委员在上面发言哦，所以马上就会下来。好，是不是我们争取时间啊，就继续来进行？那因为刚才政副处长有特别请假啊。海域管理法的部分呢，他今天因为下午另外有个事情啊，所以我们把海域管理法的部分呢，可能放在礼拜三再来审理啊。那如果今天处理景观法可以处理完，那接下来就是国土计划法继续进行，哎，好不好？好，是不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第一条啊？第一条是在我们初审会议的时候呢，大家得到的一个共识啊，各位对于这个条文的内容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那个条文通过。那第二条是对于行政机关的中央跟地方的权责的关系，那么请教一下我们的内政部对这个部分有没有意见？好，跟主席和各位啊，这个报告啊，我们有个建议的，就是第二项啊，第二项的那个第六款啊，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研究划定分级的，是不是要不要分级？不要分级吧，好吧，就是建议说把分级啊，这个各位删掉，大概以上就是分级拿掉，好，到时候你们自己再决定要不要分级，好，好。那请教各位委员、各位机关代表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未来我们的行政机关也会进行分级，那就把分级放在里面，免得那分级拿掉，分级不放在母法里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我想了解一下。说明一下，是不是跟委员报告？因为原来这个景观重点重要景观地区的这个调查跟划设啊，事实上依照后来我们工作会议的协调，都是在直辖市县市政府在拟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去划定。那原来是因为有一个版本想说，是不是要中央来帮他分级地方去做？所以协商后来认为说，不要政出多门，还是由地方直辖市县市政府在他拟定这个纲要计划的时候去划定这个地区。所以中央原来由中央去扮演那个角色，现在等于都是在直辖市跟县市主管机关在做，所以我们才会跟委员报告，是不是那个分级两个是原来有一个版本，是因为是不是中央也要来做这个重要景观地区的分级？那后来经过协商，那个分级的动作事实上不是中央来做，是地方在你纲要计划的时候来做这个景观地区的指定跟划设。所以是分级两个字可以予以来，就是说可以分也可以不分呐、啊。但是权限可能是在地方，地方在你纲要计划的时候。但是如果就像以前本来的版本，希望说有一个国家级跟地方级嘛。那如果未来也有国家级的必要的时候呢，你们也可以接受嘛，好，可以接受嘛。如果这样，要不然我们就做成附带决议的方式，就是说需必要的时候呢，他得做一个这个重要景观区的分级的制度嘛，这样可不可以？好，那个文字你们帮忙草拟一下好不好？好，那就文这个第六款呢，就把分级拿掉，但是我们另外用以附带决议的方式处理。那啊，段委员请。啊，等一下，等一下，你那段委员发言完再请。第二项的第一款哈，国家景观政策纲领与对策之研究、拟定、协调、宣导及推动，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国家景观政策纲领与相关政策之研究啊？可以，当时是讨论的时候，对不起，我打，就是他讨论的时候呢，大家是认为，日本景观法的用词用对策呢，是感觉上比较积极一点的，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接受这个几个团体的意见呢，就把它纳进来。好，我的建议是我们跟其他法律的用语这个一致的哈，然后。第六款刚才讲到这个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等等齁，跟
底下的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所主管的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研究划定及管理，这个在权责上面怎么样区分？就是都是重要景观地区，然后中央跟地方都在调查研究划定管理，到底是谁管，到底是谁在负责？要不要你们说明一下？两个都有权责了。对，两个都有权责了。就是说，哎，有时候就是刚刚好，我们主席也说了嘛，必这个因为附带决议嘛，必要时候就是国有国家级的就中央来啊，中央来做。那或者是啊，在直辖市有时候直辖市它绝对不重要，但是中央也可以帮他做了。其实还是有这样的，所以两边都有定了。好，这个因为这边说明一下，因为原来的邱委员版本的在这边第八页的部分哈，就加了一个第七条哈，中央主管机关得在于紧急或必要的时候进行划定或变更重要景观地区，并指定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限期纳入景观纲要计划及拟定景观计划规划保育维护跟管理之，所以对的，这是针对救济的这一部分。既然在这边定这个主管机关的权限，你是不是应该把它，你至少这个描述上面要写清楚，到底它的原则到底是谁的权？那不然你们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那不是我也在调查，你也在调查，我在研究，你也在研究，然后我研究出来，如果跟你研究出来不一样，怎么办呢？你说第六款删除，第七条留着，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这分两个部分来处理了哈。第一个部分，那个在第二项第一款第一目啊，刚刚段委员有建议啊，那个对策是不是用原来的用词啊？相关景观政策之研拟，我讲同意了哈。那是不是就我们循现有的体例啊，用这个字眼啊，我们还是用不要改用对策。那第六款的部分呢、啊、它是呼应到第七条了。第七条，那因为当时的讨论是认为说，既然我们要拟定国家的政策纲领，还包括有些时候呢在紧急而必要的时候，中央可以有一个出手的空间啊，它对于这个重要景观地区的了解一定要有相当的掌握，你不能完全是靠地方政府啊，主要是这个角度啊。所以是不是这个部分呢、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文字呢？要特别是强调，还是说就保留在这边？它中央也对重要景观地区的这个掌握呢，也有相当的深度啊。那它就必要的时候，它要要求地方政府来做并入的规划，也可以有一个出手的空间啊。主要是这个。好，来请次长。那委员，我建议哈，因为在第二项第一。这个括号一第一款国家景观政策纲领与相关景观政策之研究啊，这个研究跟拟定啊，就可以把刚刚委员所讲的那个国家全盘的现在景观的这个现象啊，在这个研究里面啊，就把它包含进去。那至于政策的这个拟定呢、啊，纲领就有一个指导的那个，所以这样啊、把那个第六款啊，把它全部拿掉，应该这个部分还是可以放在这里面的。好，这个各位觉得这样可以处理啊，也我们就把第六款拿掉啊。等一下啊。这条哈、哦，我们看对照这个第六条跟第七条的时候呢，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了哈、哦。这一幕第六幕啊、哦，因为第六条我们如果看到这条文，主管机关呢，它可以划设重要景观地区。第七条呢，是对那种进行划定的时候，
啊，进行划定所。所以我觉得中央还是保留这个它的研究跟相关划定的一个权责了。所以但是那个分级呢可以拿掉，因为它到时候呢它要不要变成国家级或者地方级啊，它自己可以来做决定。这样可以吗？好，段委员请。主席，我还是不了解，就是当我们定一个法律哦，在权限上面中央跟地方都同时可以来做，那到底是谁决定这个应该是我做那个是你做？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假设啦齁，这个我们会遇到一个状况，会不会一个景观重要景观地区的调查研究是没有人在做的？因为地方说那是你中央可以做，你为什么不做？中央说你地方做就好了，为什么要我做？所以你到底这是谁的权责，是谁要负责，他必须要明确，这就是他你的责任。我们定一个东西说你们俩去商量好是谁要做，那不是很怪吗？他到底是谁的责任，这要明，这要确定啊。否则的话，我如果是政府的话，我最好是你都是你做，我最好都不要做，都是你的责任，我最好不要担责任。如果是第六目跟第一目是第六目是针对全国呢，全国的这个重要景观资源的一些调查这些的研究，因为他必须要有所了解嘛。地方是针对他直辖县是他管辖的范围内的这个部分，这样的话就不会相互推诿啊，可不可以这样子会比较明确？天文也请。我是建议这样，就是中央可以就中央去定，那地方是就中央没有定到，但是地方认为应该列为重要景观区的自己去加定。就像我们对污染的那个也一样嘛，我中央可以定中央，但是我地方可以去定我加严的，哎，但是不可以更宽松就是了。我提一个这个建议哈，请各位思考，因为我这个题目我并没有参与讨论了哈，我只是在想象，就是一个景观呢，什么叫做景观呢？好，什么叫景观？可有可能这个景观不会因为他遇到他在花莲县的时候他是重要景观，到了台东他就变成不是重要景观了。也就是说，这个景观他有可能在。它是跨越这个行政区域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可能必须要有一致性的一个规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中央的责任。那你否则的话，啊，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这个，台北市的，好比说，这个叫做那个叫做的一个街廓，好，那这是台北市政府啊。的责任啊，你中央为什么要来管我市政府的事情？那是我的责任啊，你不要来借，你不要跑来说，哎，这个地方你应这个，除非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除非遇到紧急的状况，那你可以去要求要处理，那是在我的行政区域里面。那除非它是跨区域的，有没有可能？它有可能是跨区域的啊，譬如有它有一个海岸的这个景观。或者它有一个山区的景观，或者是一个桥梁，它可能是跨过这个县市的交界的。譬如说这样，是不是才这个才会变成中央的责任嘛？因为你跨了你的行政区域，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处理，它会比较明确一点。我想我赞同啊。那第六款，如果我们把它但是主席，就是像我们湿地。我们重要湿地的划定就是由内政部嘛，那不限定说要跨县市的湿地，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央可以跟国际接轨，认为说这个什么是重要景观，那如果地方上有反对，当然地方也可以表达意见，那我公告了之后呢，这些是重要景观。那问题是可能地方政府他在选举时候有承诺，或者是他的这个施政规划里面他有特别强调景观好的部分，所以你中央没有规范到，我认为是漏了，那我自己还要再规划重要的景观，这样子我觉得
这样子是不是还可以，也可以考虑一下。内政部的看法怎么样？重要景观地区由你们先启动，地方不足的地方由地方再来做补强，或者地方认为有特别必要的时候，或地方反对，那当然也可以。这个中央也要特别。刚刚委员提到的，假如说有国家级的重要景观，或者是跨县市的这种重要景观呢、啊？刚刚我们市长报告，我们会在景观，我们那个在地级，在政策纲领呢、啊，那里会有一些指导性的啊，重要的景观地区都会在那个，我们会在，国家景观政策纲领里面呢、啊，去提醒地方政府要来做。那陈委员提到了，就是说这两个如果一般的重点景观地区啊，都呼吁县跟中央，到时候前者会不分哈、啊。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第六款、啊、可以不要，但是第七款留下来，因为有第七款，第七条，还有第二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就是重要景观纲领。我觉得这样中央地方的前线就可以很分明，应该没有问题。我想营建署的这个期待呢，是比较希望说这个中央景观就划定是直辖市或者县市政府来处理了，对不对？但是中央保留了在第七条呢进行划设的一个条件啊、哦，对这个机会。那第六条里面也有讲说主管机关也可以啊、哦，所以我是觉得说。刚刚段委员的意思是说，是不是可以在国家级的或者是全国的这个资源啊，景观资源或者是跨县市的部分呢，在中央处理，地方做它辖区内的这些景观重要景观地区的划定。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不可以在前面呢、啊、把它直接就讲国家级，或者是跨两个直辖县市这个辖区的这些重要景观区的这个调查研究，由这个中央来处理，然后呢，在第二项下面第二款的这个部分呢、啊，直辖县市主管机关呢、啊，就它的辖区呢，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辖区内重要景观地区的调查，就这样分开来，中央是负责那个啊。比较全国性或者是跨域性的，可不可以这样来分？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一点？因为你这个中央主管机关既然要拟定全国的这个景观纲领，然后呢，他这个也要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呢，要地方也要把它纳入啊。因为地方如果不作为的时候呢，中央也要积极的去促使他把它纳入他的重要景观地区，就像当年的滨南工业区。哦、那块那个西湖啊、哦、如果地方如果不作为的时候呢，那中央就要要求、哦、这个是当时呢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也有这个机制啦，所以为什么会有第七条那个条文的出现，但是第六条里面呢主管机关本来就有划定的这个权责，所以中央跟地方都有划定的权责，只是原先我们的架构呢是有国家级跟地方级，后来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就没有再列入啊、哦，但是如果中央主管机关对全国的资源没办法掌握，他也没办法去拟定这个相关的资源的纲领，资源保护的景观资源保护的纲领，也没有办法说哪里觉得很重要，哦，他应该要促请地方政府呢来把它划设进去，所以应该各有权责了。就如果这样，我们在。那个第六目的地方，刮胡六的地方啊，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用全国性或跨两二啊二直辖县市，啊或跨域性啊用跨域性啊或有全国性或跨域性重要景观资源之调查与研究，调查研究与划定，这样可以，这样就好了，好不好？然后呢，地方呢就是直辖县市政府呢，就是第一刮胡一呢改成直辖市顿号县市主管机关辖区内
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研究划定及管理。好，所以上面应该有一个加一个管理了。好，关湖六也有。所以我再重念一次看看各位觉得恰不恰当齁。关湖六改成全国性及跨域性景观重要景观资源齁之调查顿号研究顿号划定及管理。文字是跟底下一模一样齁。那第二款的关湖一第一目齁改成直辖市顿号县市主管机关辖区内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顿号研究顿号划定及管理，这样可以吗？这样就比较清楚，不要断我研究的可否？我建议是这样的，我建议这个这样你就要再去定义什么叫全国性的这个重要景观，变得很复杂哈。我觉得是不是就把它变成这个跨越哦？二直辖市这个跨越两就是两个以上的直辖市县市行政县市区域以上之重要景观重要景观地区，就是说你把还是把它简明确一点，只有两个以上的两个直辖市或县市以上的那个文字上怎么样把它写得简洁，但是我还是要把它讲清楚，这样你就省得再去定义什么叫全国性的或跨域性。跨域是指跨什么域呢？这个域指的是什么？要再去解释就会复杂了，反而复杂了。我想我不晓得这个等也许我们可以查一下哈，有没有用所谓全国性的这个字眼，法律上面法务部有没有，或者是有没有这种全国性，有没有这种字眼？因为当时哈，我们是想，比如说湿地啊，有国家重要湿地嘛，那就是国家重要湿地。对，就是它，即便它只是在一个行政区的范围之内，我还是可以把它定成国家重要湿地。是。那你现在这个所谓的全国性，你就会牵涉到什么叫全国性的定义？它要跨几个县市，比如说跨全国三分之一个县市，那叫全国性。你就会变成麻烦了。那其实对我来说，我就认为说，因为它主要是它因为它的管辖的不晓得，我怕两个县市定出来结果不一致啊，这很麻烦了、啊。所以你如果跨两个县市的话，就干脆这个由中央去定了、啊。对，跨县市当然是中央去处理了哈。但是那个全国性的资源的这个整个研究调查呢，我是觉得说中央也要掌握嘛。好，所以包括我们湿地也有叫做重要湿地一样，国家重要湿地。那景观也有国家重要景观，不只是说跨这个跨域的这个状况了，也有全国你要通盘的了解嘛。但是全国性要定义吗？那个用麦克风，不然我们这个没记录。全国性哦，是有这个宪法上有这个字眼，有就是全国跟地方是有，也是应该不用定义。宪法上有全国就有全国性的一致，就全国一致的那个全国一致嘛。哎，对。那我这个景观会在全国都有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譬如说全国的县市政府的那个建筑物叫重要景观啊，那就是全国性的。哎，你每个县市这么多，那现我们显然不是这样嘛。譬如说你要说这个是国家级的景观，比如说101大楼它虽然在台北市，但是它很重要，这是一种处理方式。另外一个处理方式叫做全国性，就是这个是全国都会影响到这个，全国哪一个地方盖一个房子都会影响到这个景观，这叫全国性啊。那你这样定义还得了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全国是对地方啊，对地方而言，是吗？那两个地方算是全国吗？譬如说桃园县跟新竹县跟他们相关的，这个叫做全国吗？那不算全国。对啊，所以你把全国放进去就是会乱嘛，就会乱掉了。那你请坐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是想这样子了哦，因为我们当时的设想了，其实就像我们在第八页里面第二栏
原来的这个所谓重要景观地区啊，是依照它的重要性分为国家级跟地方级。如果是这样就很清楚了，国家级就国家这个中央主管机关去处理嘛，啊，地方级就是地方去处理。哦，是当时是希望是这样，来看看是不是会比较完整了、啊。好，来来，请陈组长。说明一下，好，请各位的想法怎么样？因为这基本上啊，重要的景观地区，在第十页的第五条，它是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在拟定纲要计划的时候去订定。但是呢，会有一些跨县市的重点景观地区要怎么处理？还有国家级的啊，还有国家级的那个景观地区要怎么处理的问题？那这我们已经增加了一个国家全国景观的政策纲领。那这个政策纲领呢，就是会指导这两块。那另外呢，那个县市定的这个景观纲要计划要经过中央的审议。那审议的时候啊，自然会这个检视它，我们政策纲领有跨域的重要景观地区你划了没有，然后全国性的重要景观地区你划了没有。我想条文现在的条这样子，我想应该都会照顾到那个委员关心的这些议题。所以你的意见是把那个委员，各位委员，这个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刚刚啊，那个我们邱委员所讲啊，到底要不要再朝分为国家级跟地方级？如果那是经过前几次的这个讨论，大家已经不朝那个方向的话，那这里的话应该是要把它跟第一款啊，第一款是整个政策纲领啊，这个我们中央主管机关要对全国的这些资源、景观的资源，当然要有一个了解。那很自然，里面啊就会各县市的情况都会了解。但是那些如果只是在各县市辖区以内，他可以自己处理的，在我们这里的这个第二项的第二款里面，直辖市、县市政府主管机关所要做的，他就有的。那现在我们段委员所要关心的就是说，那你如果是跨县市的这个部分包括它的划定、审议、核定、督导这个部分，到底是谁来做？在这边好像是空掉，所以要么就是建议这个第六款啊，还是把它局限在就是说跨两个县市以上的这个景观区域的这个划定、审议、核定及督导，那这个就是中央主管机关这边要来做。那至于在各县市辖区里面呢，很自然我们在这个直辖市跟县市主管机关所要做的下面的六款里面呢，它都会包括在里面了。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分开。那至于说全国性或者是全国有哪些景观在我们的这个括号一的第一的政策纲领以及相关景观政策的研究拟定、协调、宣导及推动里面啊，这个里面自然就要把它包括进来，那这样才能够去管理整个国家的这个，以中央主管机关的这个立场来管理整个国家各县市看他有没有应该做而没有做的这些，我们就可以比较能够了解。我想是不是要朝这样会比较清楚啊？所以括号六的话，是不是把它限制在说跨两县市以上那这当然是包括直辖市啊，看文字怎么样弄哈，怎么样写会比较好，我们可以再研议一下。如果这个原则大家可以了解，那各位对于这个还没其他意见？如果没有，我们括号六可不可以改成叫做跨越二直辖市顿号县市行政区以上之？以上之重要景观地区，还要再加一个之啊。好，之调查、研究、划定、
后面呢，审议也要吧，啊，和及督导，还是就像底下的写法，就是划定及管理，管理就包括这些了，及管理这样子好不好？好，我们这样子来处理哈，就跨越二直辖市顿号县市行政区以上警重要警官地区之调查顿号研究顿号划定及管理。那底下那个直辖市有特别必要再提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辖区内要这样子吗？就写辖区内就好了啊，辖区内好，就三个字，这样可以吗？好，如果可以，来，请段委员，请。所谓的管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好，所谓的管理就是当我现在划定你这个跨县市这个景观地区是由我来管理。那你现在变成你所有，譬如说你要申请一个什么东西，都要经过我，变成这个管理权变成我中央的，这个管理要不要讲清楚一点了？来，那个还是请营建署就你们的行政实务上说明了，是不是照原来的文字会比较好？啊，划定之后呢，不写分级，但是呢，那个审议核定督导的。他应该是就是说我现在把它划定成这个，就是因为它跨县市的这个景观地区，我把它划好了之后，我把原则定好，按你们两个地方政府就照这个原则去办，应该是这样了，而不是我直接去审议你们所有的案子要跑到我中央来，那是你地方去审议，只是说啊，这个我把你们的这个弄成一致，这样就可以了。到底这个权是谁的？目前呢，哈，就是我们的想法是，当然这个就划定，然后再来哪里也要审议嘛，哈，然后核定及督导嘛。那至于相关的，刚刚段委员说的啊，相关的去维护管理等等啊，这个应该还是由地方政府啊，分别啦，跨两个的。啊，跨两个以上的那些啊，地方政府自己来啊，这个相加管理的，大概是我们是这个希望是这样子的。下午了，周围的时间，我尽快把这个做一个处理啊，因为十一点半还有一个外宾来哦，对吧？好，那调员，刚才他们的说明可以吗？可以哈，那就照原来的文字好了啦。那个管理哈，因为涉及到维护管理的实质上的问题了，所以只要把那个分级拿掉了，好，所以刮胡六改成跨越二直辖市顿号县市行政区以上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顿号研究顿号划定顿号审议顿号核定及督导，然后第二款的刮胡一第一目啊，改成辖区内啊重要景观地区之调查顿号研究顿号划定及管理，这样可以吗？好，如果可以，那原来的第三条改成附带的决议啊。还要不要再进行一下？好，第三条啊，这第二次。好，来，对不起，那个主席处，啊，哦，第二条，好，来，请说，对不起哦，刚刚忘了，针对那个刚才那个，应该是第二款前面那款，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我是专门委员徐永义啊，那我们针对那个刚才那个前一款第五款的部分警官业务专案补助计划之研定及审议及核定基本上这个警官维护及管理是地方的自治事项啊，我们认为是说这个民进说中央一定要补助的话，我觉得这个权责上面我是觉得是有点不是那么清楚再来就是说重要的
重要的计划还是要经过我们那个中长程计划的办法循程序去报，还有依照我们那个补助办法的规定呢，循程序来报行政院核定了。它这里面定一个说，这个补助计划的研定、审议及核定了，那最多应该是应该只在研定而已了啊。那审议应该是行政院或是国科会的权责。那我们建议是说，那没有定的话，那部里面他也可以循程序啊来补助，哦，那是不是一定要定这个条文在这边呢，啊？我们是建议啊，这个还在那个审慎考虑一下，啊。这个是指中央主管机关的审议跟他的核定嘛？不是跟你们主计，还是说他们也要受限于你们的这个主计相关的这个办法、相关的约束、相关的规定？他如果要针对地方补助，如果说这个计划金额比较大的话，他应该要循要中长程计划的办法的规定啊，报到行政院里面来了。好，哦，那这他里面的条文是说研定、审议及核定都是变成这个部会的权责哈，哦，这有点把院里面的权责就给分掉了。好，营建署，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我们说明一下了，这个当时这个。当然了，刚才主计总数说的是没错了，只是说这个核定是这样写，不过当然基本上部还是会报给院来核啦，啊，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不过就是说啊，基本上啊，这个写在这里，我们是认为我们还是会照主计总数的这样的那个，那当然还是要核定啊，因为你这个所有地方的这个啊，这个景观业务的这个补助啊，那还是啊，基本上就核定是不是就写到这里就 OK 了，大概就我们想法这样。但是我们会遵照主计总处的啊，会在整个的补助还是包括它的中长程计划啊，还是会报给院里面来核定啊，大概这样。第三栏啊，其实也就是行政院，就是营建署报到行政院，行政院后来到通过了法规会送到政务委员那边去协商了嘛，后来再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才把变成我还有姚文智委员等等五个委员的修正动议，这个是行政院版本的，所以行政院应该讨论过啊。啊，行政院那个时候讨论的时候，你们主计处没有表达意见吗？对对对，但是他是在，对我们一直有表达这个意见呢。啊，好，那就如果是这样，照行政院的这个主计处的意见，就到研定这里，你们可以同意吗？啊，因为后续那些相关的审议，因为啊，来这两个，因为是这个里是在讲主管机关的啦。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好，请，因为主计总处讲的大概就是那个中长程计划，我们是要报，当然中长程计划要循程序报行政院核定才会有钱。那这边这一款讲的是，比方说这个科目给我的立法预算也给了，可是我们审核要补助地方的各项的计划内容，就像现在城乡风貌的这个各样地方，如果提案在我这个行政院核准立法院给我的预算底下，我要补助给各个地方的项目，这个部分我们有这个审议跟核定。我们讲的是这个部分的审议跟核定。那当然主计总处讲的，我要框这个经费要跟立法院，我要送预算，一定要中长的计划，一定要院要核准，我才能编预算，才能经过立法院审查。那我讲的是后，我们这边提的跟委员报告，我们原来原意指的是这个经费有了，可是地方政府提案五花八门，我们要做一个审查，做一个核定的动作，大概指的是这个部分，可能不是主计总处长官所担心的那个中长，因为中长的计划行政有一定的机制，一定要报核才会有办法纳入年度的预算。以上我可以放在那个说明栏里面，我们补充一个说明好不好？主席，我可不可以有点意见？姚委员，请。这个其实我看第一款里面呢，就是景观政策纲领的对研究拟定协调宣导及推动啊。当然我知道定这个特别把补助计划拿来这里，当然是这个表示强烈的啊这个决心呐 啊，就是我们决心要做这些事情啊，但是。在这个主计单位，他们一看，哇，中长程啦，各种的，你定的这么细啊，他们马上就觉得说，哎呦，那这个为了这个权责，或者是那个他们整个机关的这个安排哈，会不会被破坏？那所以其实我是认为有第一款啊，它的推动其实已经有标示了这样的意思了，有必要定到。
有必要订到这个补助计划啊，从通通在叠床架屋再架构在这里嘛。那如果真的要把补助说要明确宣示，要不要在第一款里面呢、哦、宣导顿号啊、哦、补助及推动，是不是不需要订到这个补助计划的研拟审议核定啊？这本来就是这样嘛，其实所有的补助计划当然是要经过这些过程嘛，对不对？那我个人其实认为讲推动应该就够了啦。这样子啦，要不要括弧五呢改成景观业务专案计划之补助，这样就可以了，好不好？这样可以吗？是补助啊，那你们这。对啊，对啊，就据点了嘛，可以吗？好，那么括弧五就改成景观业务专案计划之补助啊，至于怎么审怎么样，完全依照现行规定。好 ，OK， 那这样子我们就休息啊，然后到两点半再继续开会啊，因为今天有萨瓦多的外宾啊过来哈，所以今天然后呢，我们在下午继续必要的时候就延长一点时间，好，我们希望你们告。啊，哎，各位，好了，那就下午五点半尽可能了哈，所以下午我们审查快一点好了，谢谢，拜托，谢谢。